二星期休了七天，七天啊？嗯，这不几点？六点半。把车子给我一下，拿东西。行，我明天晚上找你把这这上事说是一上吃毛。扎的厉害，扎的挺狠的这一次。上这样弄项目不疼。疼的话你就说哈。嗯。这个指甲也是增厚啊。在根上马上就出来了，也没有破，那扎的挺深的，就是你等一会儿，你再试试，这边疼不疼？啊？那衣服给你扣扣吧。嗯。你卡尸这个怎么把这个物流单给人家客户了？有没有什么情况？你这个单子那个价格跟咱们实际发货价格不符。指甲还连在肉上，你说？不疼。铁子，我给你剪长短的哈。我是七，剪下来，我直接发给他，让他挂掉。